你似乎觉得我是喜欢随意杀戮的升格者，那是因为这世界上有太多无可救药的东西。但如果是你开口阻止的，我会考虑让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。我只为你开这个特例。升格网络是决心抵挡这个世界的力量，就此终结。惩罚再次降临。哪怕以升格者的角度，你的表现也算是出类拔萃了，我很欣赏。